我真的很喜欢五月天。这一段时间有生病，是，就是说得了 cancer， 还有一些忧郁症。但是我们家全家都还是要陪着我来台北来看你们的表演。对，是听你们的歌，我都心里都很激动，然后就会有信心，就会有力量。我想要为我爸爸点那个顽固，因为是也是讲爸爸的故事，就是造火箭。我想要把这一首歌送给我爸爸。为什么爸爸是有关造火箭呢？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存在，是给予我很多梦想的人，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他都是陪在我身边的人，所以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。若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到如今，你顽固的深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一次一次你吞下了泪滴，一次一次体会破碎自己，一天一天你是否还相信，后在你心深处那顽固自己。我就在 IG 上问大家，大家是喜欢听这个五月天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呢，还是想要听一些垃圾话？结果超过90%的人都投垃圾话。这个换句话说，不知道这24年在干嘛。不要话不要讲那么难听，就是我们五月天其实都跟玛莎一样，五个人都是不重要的。话不是这样，早就跟你们说一起来练舞了吧？不是，等一下那个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些乐器测一测。有乐器哦，有啊，哦，可以测。话不是这样讲，我觉得精确一点表达，精确一点表达，应该是五月天的过去的所有的奋斗、所有的努力，这100首单曲。不如垃圾话。我们是够了，唱完了啦，过了啦。你是要听几次啊？我怕没有，大家没有背乐器出来，根本就认不出来谁是谁。哦，阿班来听一次，我们是566。好了，我知道长得差很多了，是吗？566比较帅，好不好？是啦，是啦，我们是比较类似。放浪兄弟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你是放飞兄弟吧？不是，我们差一个字，哦，放荡兄弟，是的，放荡兄弟，放荡兄弟，小董怎么样？干嘛这样？放荡兄弟是不跳舞的，对啊，差一个字，但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仿冒品，如果我们跳舞，整个人散掉怎么办？对啊，话说。前几天去看了 Eason 的演唱会哦，怪兽、石头也都有去嘛。是，其实大家回去看完之后，就是最常津津乐道的就是一件事情。我说歌神就是歌神，是，真的很了不起。他一连串一连下来，从头到尾30首歌，一气呵成唱下来，中间完全都没有讲话，掌声鼓励。不是啊，我们这边拍手，他听得到吗？啊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掌声是要给谁的？对，这个因为电波不是，因为现场也很多那个新闻台媒体在播啊，我怕医生会看，用转达的就对了，我怕他会看。不过有时候想说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哦，从头到尾唱30首歌，真的很厉害吗？我们从头到现在一首歌都还没唱过。没有，你刚下来的时候你就先唱一首。那不是歌吗？那不是歌啊，那不是歌吗？那是 KTV 哦，那是 KTV。我真的很喜欢五月天。这一段时间有生病，是，就是说得了 cancer， 还有一些忧郁症。但是我们家全家都还是要陪着我
来台北来看你们的表演。嗯，对，是听你们的歌，我都心里都很激动，然后就会有信心，就会有力量。我想要为我爸爸点那个顽固，因为是也是讲爸爸的故事，就是造火箭。我想要把这一首歌送给我爸爸。为什么爸爸是有关造火箭呢？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存在，是给予我很多梦想的人，在我很难过的时候他都是陪在我身边的人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一首歌送给他。若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到如今，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彼此一思你吞下了泪，一次体会破碎自己，一天一天你是否还相信，后在你心深处那顽固自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我是乃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